我们这间那个晨光咖啡怎么来的那个缘由，上面写的很清楚。对，就是那个晨光，对，就是我们晨光咖啡车，国徽咖啡车嘛。哎，阿平常的话，其实是在我们中心外面。中心外面。对对对，在我们晨光。就那个晨光。对对对，这点发展中心。对，就是8号那边。8号。啊？跟那个摊位一起的吗？对，我们是一起的，对对，一起的，对对对。他外带吗？那新这个算是义卖活动吗？没有，我们也不。也不算义卖，是算活动而已。 对，来这边做一个公益活动。公益活动。对，那个咖啡上面还是有比较便宜一点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推而已，一个我们才成立一个多月而已。哦。对。哎，啊，主打比较特别是我们全部都是台湾咖啡豆，现通，所以早上已经烘一炉，就是我们的咖啡豆是现通的。嗯。所以有两种，一种是奶酪是100，奶酪的话其实是50块。 芒果奶酪季节限量的，然后如果那个可乐冰是不是我们的菜单？可以看一下。可乐冰是60块，然后是芒果奶酪是50块，对，啊，其他就是男神咖啡是特调的100，冰咖啡，对。谢谢。您要点什么呢？我要2杯冰的，2杯冰的，2杯冰的。可不可以把冰包给我？ 好的。
对，支持医护，免费喝咖啡。对，好酷啊！可以自动填的，这个球打到那边，你看那，包包的下面，真的。